sermons on Yan So Nian Fang. Wan Zhong Hou Wei Zi Yong Shi Jian. 10点, 止境, 佛至, 僧人初夜, 后夜, 精勤办道, 中夜, 休息。 大悲寺僧众, 每天睡眠4个小时, 这是一种破除睡盖的修行方式, 为防止懈怠, 睡觉时, 不脱衣袜, 保持吉祥卧, 或常坐不卧。 僧众全天精进修行，早课晚课坐香念佛，学戒出坡，在遵守佛制的基础上，和合共修，五宗平等弘扬，没有门户之见。每半月半月诵戒，每年4月15至7月15，根据佛制节下安居。 安居期间，僧众聚集一处，皎洁其行，精进办道。在安居期间打3个期，2个戒期和1个念佛期。戒期就是在打期中昼夜不停的诵戒，以使人能够真正的与戒相应，而达到心即是戒，戒即是心。 万望菩萨戒云：学诵戒者，日夜6时，读诵是戒。善戒论云：云何解律？为读诵解义。为什么在节下安居，首先要诵戒？这个对我们来讲，既是熟悉，又是陌生的。熟悉我们常去做。陌生的是我们还没有深入到真正的把戒和我们心融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必须按戒去做，因为戒是无上菩提之本。我们想得到无上菩提，首先要持戒，因为戒就是佛，佛就是戒。比丘在戒期中，第1个戒期诵。 比丘戒，第2个戒期诵菩萨戒。沙弥在戒期中诵沙弥戒和佛遗教3经。华严经云：具足受持威仪戒法，能令三宝住持不断。佛陀制戒共有10大利益：1摄取于僧。 2. 令僧欢喜，3. 令僧安乐，4. 令未信者信，5. 已信者令增长，6. 难调者令调顺，7. 惭愧者得安乐，8. 断现在有漏，9. 断未来有漏，10. 正法得久住。 僧众在节下安居后，7月15解下自资。在自资日，僧人互相检查9旬之内是否有犯，以如法忏悔，令僧清净，诸佛欢喜。自资完毕，安居圆满。 僧人除行脚外，常年不出寺院。祖师云：“丛林以无事为兴隆。”寺院是僧人清净修行之地，非喧嚣热闹的观光游览，非连绵不断的佛事精忏，非远离戒律的随顺方便。僧人的修行离不开寂静的环境。 大悲寺清净和谐的修行环境，来之不易。
僧团入住大悲寺之初，当时情况十分混乱，各种迷信活动猖獗，大肆敛财，蒙蔽信众，僧人无法安心修行，曾有多批僧人被迫离开。在这种混乱局面下，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妙祥僧团依照戒律采取了以下措施：取消全部功德箱，撤除流通处等盈利部门，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收取钱财，取消抽签、烧纸、烧替身，坚决杜绝杀猪宰羊、祭祀供奉等迷信活动，禁止携带酒肉等荤腥食物进入山门，将神像、仙像等进行清理，原有僧人若能遵守现行规约的，可继续留住，并将原在大悲殿的两位尼师妥善安排至大石桥尼众寺院，严格遵守僧尼不共住的戒律。仙人洞所谓的仙水经水质部门化验，矿物质及菌类超标，原来每桶卖5元钱的仙水饮用后将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遂把检测结果公布于众。以上措施清除了寺内与佛教教理不相应的现象，然而对正法的坚持遭到了反对和阻碍的考验。不法之徒砸坏大门，强闯寺院，买凶雇人，殴打僧人，甚至将被殴打后的僧人扔进水沟。强行将神像、仙像搬入寺院时，一位居士拍下了真实的镜头。即使面临重重困难与危险，僧众依旧照常坐禅行香、诵咒上殿，为了正法的久住，坚决不向上述行为妥协。数日后，经多方努力，外道像最终被清除，事态慢慢平息。大悲寺平时没有法会，只有在每年